可以近一点吗？好，可以。啊，我正把你的来洗。这是什么？为什么正？它叫我把它命名为，可以名为，讲不出来，命名为，好像很烂，九品调魂调灵针，然后用何物品组成？有九品往生大九品莲花，九朵，还有往生莲花五朵，还有四只寿金，一只挂金，然后用了五只齿六香，四只齿三香，然后九个蜡烛组成，有用何基本阵法组成？有四象、五行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这叫九兽。我们个阵法叫九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如何使用驱动方式？首先，我先拿了五支齿留香，将九品莲花，大九品莲花。驱动，先开天地门，然后驱动了之后，驱动了之后呢，让它就是先开启这九朵莲花，让它能够运转。运转之后呢？旁边走。运转之后呢？我再开启。哦，我再开启。我在开启什么？先开五香，开四香。不敢。好，我在开了用四只受精所组成的四象来护这个阵法，让不要有其他的怪灵或者是什么干扰，所以开了这个用这个四象护着。然后五行呢，最后再开五行，这样对啊。最后，四香开完，把香十六香插了，再另外点了十三香，并加一张符令，让那个诚信的魂魄能够进入此阵法里，所以用了十三的香。然后呢，五行的阵法的运用为何？就是要让它五行能够聚它的魂，三魂七魄，然后能够也用即利用九品莲花来帮他疗他的体。然后他的病痛，然后对，然后蜡烛就代表什么？就不能灭，就对了。太美了，没了，讲完了，讲完了啦。要收了吗？这样就那么快收了。那、就看你那个什么时候结束啊？要香烧完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观察一下。人家看那么辛苦，又能赚到好处。好了，知道，就下一周了。啊？有到了吗？有尴尬，有到了，有感觉。对，那个，哪一个？
了。